我们打卡吧。水啊，对，刚刚录的真是，哎，无所谓，路上都有吃的。没有，我带了个那个在后面，他什么都没带，所以赶紧，我这两瓶水。天比较贵，有实力啊，水草有实力。水草就是来这混个披萨吃的。披萨，对，有披萨，有披萨。大衣都是这种小袋子，腰上不舒服，衣服系在腰上很不舒服，他因为他不系得很紧。哪有健康的？啊，那不是。Do you think my no socks was a problem? 哦，怪不得变成那个。Single file. I got socks on. Straight pants, and they're dirty. I feel like if I finish, then I have to be like, the race is over. 冷啊！就是还穿个背心长裤。我跟你讲，下坡时候跑，在上坡时候走。哦，好的，对不对？看龙龙 T。对，看到桌子旁边这些都是 garlic master 可以吃的。哪一个？这个你摘下来，你尝尝，它是有非常辛辣的。现在可以吃吗？可以。就叶子是吧？我先看你摘的是对的吗？你先弄个，不好意思，是。它那个有点像是芥末和大那种洋葱的混合体，有没有？没有。啊！哎呦，不要吃错的。没有，吃对的，叶子是对的，就是它有一点腥，就有点白，但它又不是很强烈。然后可以挑水。好家伙，羊肉的真好，可以。妹妹。没事，你跑跟着你跑。我告诉你，马上就跑不动了。张凯，这个鸟 ，Blue Jay， 对，我昨天走那个 trail 刚刚认识他的，今天先行先到。哎呀，今天天气很舒服，是，不冷不热。我先 warm up， get myself warm up。
这里跑过一个5迈，那是真正的跑完。我还没在trail上。狗蛋一起。哇。狗蛋还有。狗蛋好久不看见了哈。那水草认识狗蛋吗？我认识啊。他跟我外面。是吧？会见的，但是我们不是一起，就是都是认识的爬友。爬友啊。基本上户外 climbing 滑雪，那个 jogging hiking 这几个都是通的，认识一个相当于认识多人。我马上就热。暖和一点，好。咱们开始走路。没有你们分析的办法，我就急了。不，所以杨叔，你刚跑全马的时候是全程举着这个吗？我还没跑过全马。哦。不知道。跑半马的时候是全程举着这个吗？没有。我就说，我就刚开始的时候举一下，全程举着那也太神了，就相当于是给自己绑俩沙袋跑。不，人家有举那个什么，举一个旗子，美国国旗，我可以弄一个。那个是那个累了吧？那个就直接就单纯的拉链了吧？嗯，哇，现在这样好看，这个光很好看，大家表情要好，姿势要帅，啊。好的。应该是吧，他这个我反正完全我走的以前走的完全不是这块。哦，因为我沿河走的。还有上山吗？对，好，下坡。下坡这样更上膝盖，是吧？Hello. You're running up on your toes too, on your left foot. Trying to run on your toes. 还在下坡。Na póki co, piękna pogoda się zrobiła.
No i drepczemy po tych szlakach. Sympatyczny jest.下坡，下坡，大下坡。嘿，脱衣服。哇，已经1.2个麦了。一共多少个麦来着？一共13个麦。哦。十分之一跑过了。这个第一个十分之一是最简单的，好吧？哦，原来是。而且下坡，待会儿得要再跑回来。对。
这个开阔点的地方，我得要把衣服脱了。26.2。哦，26.26。26.。还有个披萨呗，披萨。哎，这里可以开吗？真可以，真的可以啊！我估计开不可以，在这儿。picnic 可以。钻丛林。那当然，那反正我们怎么回家去啊？我还以为是个 out and back。 那你说什么？哦，这个是，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没有啊，这个绕一圈啊，我们不会的。Like less commercialized, like in Lehigh. Yeah. Well, Lehigh just because. That's kind of like wrong direction. Yeah, and also like they're always putting money into it, which is.Exactly. Nice, you know. And Jack and I said, like, 是个 out and back, 人家已经跑完了。对，就跑太累了。七三七七 ，Hello. But I mean, the school is known for great things, but then you have all the arts around you, which is like a nice combination. Exactly. So.高二路，你没有太远就无所谓，你瞧这点现在。
又没太阳，现在没太阳，对呀，人真好，戴墨镜反而不好看不。是，我这个是全贴性的，会自动变换。是坐在这里吗？啊。那个杨经理什么时候到冰岛？六月底。是去爬个啥 hike 吗？我们六月底，我们去 camp， day hike。六月底。对，六月十五号到六月三十号。太贵了。星期那个五月中旬那个周末。呀。我是 single， 所以你是 single 活动的话可以叫我 single。好的。So we can have a date, right? Oh, that's single. Across from... Like, more on the street. Yeah. 炎龙现在最近都不出现了，不知道哪儿去。对了，他，我也好久没见了。炎龙是吧？嗯。炎龙不天天在忙妈妈群吗？哦，是吧？妈妈群。哎，对，他有一个中文学校。妈妈群。跑群，跑群。他不上次还给人家开讲座了。是。哇！哎，你们十八一天后来没什么活动吗？就是本来叫炎龙家去做誓师大会。哎，咱们什么时候啊？哎，到时候再说。我们现在马上五月份。哦，对了，五月二十号、嗯，你是哪一个星期啊？我是前面那个星期。啊。就是五月中旬那个星期。五月二号我们去那个 Tough Mudder。哦 ，Tough Mudder。Yeah. 哎，不过我有个问题，像他妈的这种东西，卫生怎么办？什么卫生？还有什么卫生？就是传播疾病那种，其他的卫生无所谓。Have fun, be safe, enjoy yourself. Hello. No slippy trippies. Those cameras gonna hit the high ones. Oh, shooky.Let's go, gotcha. No, be safe. Enjoy yourself and great job. Thank you. Yeah. 呵，下过大雨就这样不好，非常泥泞。昨天晚上一场大雨。昨天下的蛮大的。你瞧，现在咱们就是都是走的了，老龙。走好啊。又跑一个麦。马上就快两个 mile 了，是。哎呀，有的跑，哎呀，有的跑平路的都在跑。哪有那么多平路啊？我是下坡跑，上坡不走。下坡下坡虽然也挺危险的，跑路在跑。下星期我们去那个，准备现在去 backpacking。哪？下星期，下周末。还能加人吗？可以啊，你们去哪儿？我们就到这个，就是宾州东部的这个西部。好好好，我想去。好。三幺二。学习。周末去什么习？你还我工作也累死累活，就是为了这两天。我是想表扬你，说你脑子聪明，不需要花多长时间就。是。我。高楼，你呢？你宽街是吧？我是宽街，对。哦，对。那没法看刚那个，没法看师兄那个叫什么？压马路了。英姿飒爽的。对。马路压一压。所以宽街去都多长？10迈。10迈。宽街是最舒服的10迈，又直又平。法拉利。对。而且是下坡，一路下坡。哦，所以它是个弯位。对，有都不用掉头了，法拉利连方向盘都不用。来过是吧？我这点来过。哦，前面是不是有一段那个要爬那个水边的石头？对，那就是很讨厌。你可以 sit on me and still, and I will have my words, and I do not care. No, he meant like sit you on me. I was starting to. Yeah, I know what he means. Yeah.
从这穿过去很酷的。结果跑两步就到藏历圈了。这个算盘打得非常的好，打到我心里去了。然后你这个属于胎不好，先弄个越野胎，把底盘往上抬抬。对对，底盘不够高。我那个前阵子跟我那个学院一个老师一起开车的时候，他那个车就是因为一个奥迪猫的底盘特别低，结果出那个上海停车场的那个底盘咔一下被刮了。这可以跑两步吗？高二高，跑两步，来，一，二，一。三千多米。OK。然后我们就接了一堆美女。帅哥们都跑到前面显摆去了。后面还有一帮人。哦，是吧？帅哥，要么就特别行，要么就特别不行。可以可以。美女应该都在前面，应该好。哦，难道你说这种在这辆队都是剩下来的吗？是，我就跟你讲，我以前美女，身材都不错，我告诉你，对不对？那个超过杨叔叔占领那个第一排，上，风光，风光无限，是不是？对，我是属于压速度的，你们在前面。对，你走前面你就压速度嘛，对不对？你来控制速度。我跟着你走，我们要你们带速度，而且你还有相机。相机一样，我这360的。前面后面都有。啊？嗯。360度的。哇，那这个相机拍出来什么感觉？不是，就可以，我自己可以选角度的。对，我要看自己就看自己。我要看美女我就看美女。哦，所以它是两边都在拍。对，两个镜头。对啊，是啊，多美丽啊！好，高龙，你的衣服也换一下，咱们换一下，照照片。高龙龙，在美女之间。I'm in that work. We talked about him just closing the office for the day. You have enough to notice.Exactly, I mean it's July, so... 发力了，徐超你要不要上去跟踪？告诉说。So, this is Thursday, Joe was supposed to come and talk to me, like, and let them know. So I'm like, I wouldn't hold my breath, like... He's gonna try to make me go. And there's not gonna be enough room in the car.I'm assuming, Allegio is... Yeah, it's just... No, it's Allegio... Seth and Phil. Oh. I want to get Sally lost for the summer. She is, but that's like the height of summer storm. That's like right in the middle. 你看吧，这个不按这个常理出牌，上坡跑，下坡走。太不像话了。上坡容易啊，下坡好。
哎，有实力的人就是不一样。哎，你看我这上气不接下气。你加了马了，你这。我这一个鼻孔出一个鼻孔进。哎，擤鼻涕呢，这是。已经2:05了，我们很快啊。是啊，我们这样子。很快啊。3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是啊，真不亏了，就是说花这么多钱，不不，我们可以到吃饭的地方多留一会儿，多吃点。怎么还没到吃饭的地方？哎呦我去！对呀，他说每三个马要马上到了。OK， 每三马我要弄点水。2.5。到饭点了，我去。我都在想，如果我们要是太慢了，是不是会被别人给吃了？对呀、啊。但是跑的那帮人应该是不下去。Food。I need food。很多很多。是吗？哇。说的话容易到膝盖滑倒，对，上坡反而容易。你看，这是这典型的春天不是读书天。哎，这个我们是给咱们 LLT 拉爆的感觉。就是上坡一劲儿急跑。L T 是啥？龙龙套。哦哦。狼狼套。狼狼套。套是什么？高啊。龙龙套，那是个跑步的比赛的部分。哎，不是，这是我们这里特有的。哦。一种现象。哦。还没反应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什么现象 ？PLL 是什么呀 ？PL 是什么？啊 ？LLT 你不知道 ，PLL 呢 ？PLL 我也不知道 ，PLL 是啥 ？PLL 是什么呀？哦 ，TALL 啊。TALL 对。那 LLT 有啥关系吗？就它名字啊，龙龙。哦。号嘛。哦，龙龙，我天哪！我才反应过来，好吧。我听成 long long talk 了，我说我死。不是 talk， 是 talk。好的，好的。
谁给我起的？老吴帮我起。是吧？那你们，你们平时黑话太多了，搞得我就每个都得问一句。你以为你加入跑圈是加入了什么吗？原来，咱们是，咱们是美国宾州红门自工堂。哇塞！这个平行组织。可以可以。这个龙 LLT 呢，不是这个，现在以前是舵把子，对。哟、哎，天哪，这个卧虎藏龙啊！这个一不小心认识到了大佬。啊！这昨天我们还在说呢，这个不是说那个通过四个人就可以认识所有人吗？然后我发现我那个。老师，他同学说他是中府的学生还是什么？然后他经常去那个冯友兰这个地方，他大上本科的时候，去和那帮作家聊天。哦、我就觉得哇塞，你是个名人，大佬们，真是从来都不显山光水。你看我们。水草现在开始发威了，水草听到水了，有潺潺的流水，这个突然间有了归属感。要唱那个早安轮回，就水草上次我们去 hiking 的时候，不是我给你放那个三两三吗？哦，对吧？最常跟我说他这种凤凰传奇的歌他不听的啊，为什么？太老了，人家不是不酷，一点土味的，这是太老了。那倒不是，就是没有，就凤凰传奇他们的嗓音啊什么的比的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听多了脑壳疼。脑壳疼。我本来这个信心满满。结果一下子马上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哎呦，没有，这个喜好几分不同，不分档次。对，我本来以为自己还蛮酷的，结果马上就觉得，哎呀天哪，一下代沟就出来了，不是跟我们的代沟就出现了。是，马上就觉得赶上要找个地洞钻进去那种感觉，然后再埋起来。哎呦，我的天！然后每年那个春天飞马出来的时候，再动起来。哎，我们在后面还有人吗？有的是美女都在后面，你搞什么？我现在都在拍后面的，你们跑到前面现在有这个问题，我要拍美女就不能拍你们。我们是看高龙性感的屁股呢，还是看？哇天哪，上坡这么兔子吗？你当时是兔子吗？那个不是说上坡跑，哎，你们挺逗的，你们上坡也跑，平地也跑，然后下坡的杨叔叔说也要跑，哎，那你们不是这个属于这个 LLT 不按常理出牌，这个扰乱秩序，我们现在已经整个秩序都给他扰乱了，我现在节奏都给打乱了。哎，你那你那个王蕊醒得蛮早的。7点钟就醒了，我二瑞早上5点钟就要醒，他现在睡不着。哦，是更年期这种吗？反应？我这个不敢问，我不敢问。哇，那怎么多少问？我老婆有一段时间就是夜里盗汗，夜里哇呼热醒了，盗汗，然后好长时间都睡不着，哎呀痛！那是这更年期的这个症状吗？更年期啊！哎，我晚上也盗汗，怎么回事？啊，你更年期已经过了。哎呦！太惨了。男的也有，男的也会。没有。我晚上盗汗那天是被子盖太多了。哎呦我！我老婆那个那个出的那个虚汗。是冷的，浑身是水啊！对，很厉害，对，很厉害。调过吗？拿中药啥的？没有。不考虑一下？他有一段时间就很快就，就他是只是一段时间。
喝水喝多了水水，喝点盐。没半马都是喝的，真正开的是少天马，喝两天。多少天气啊？啊？天气好好。Hello。要像这样的话，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是啊。太快了，太快了，太亏了。停了，停了，好，跑，跑到那地方，好，跑到那地方走上去。这个是你走过的，对吧？对，哎，其实我基本全程是，对，是的，肯定走过的。哪三小时？现在都一小时了。这条这么喜欢野外生活，那以后。不一定要到大城市里住了，也看情况。也无所谓，大城市是大城市是工作，哎，在乡村是生活。是，因为你看，中国是等我工作，反美是工作。等我开车不讨人嫌的时候，我就考虑搬到郊区。对，我现在开车还是好好心开车。哎，我跟你讲，你开车你在那个乡下，怎么开车都是对的。我看我那几个那个，哎呀，那个昨天我女儿开车，有一个人闯红灯，把她吓的，是别人闯红灯，哇，可把我女儿吓坏了。是人闯还是车闯？车闯。车闯。哦，车闯。嗯，然后有一个还有一个呢，左转，他左转就直接就转过去了，也给我女儿吓坏了，结果他回来就不敢开了。这是 crazy people。他在学呢还是已经考好了？他在学。我就让他就是从我们家开到边上的 Getaway Shopping Center。哦，对，就那路。哎呦，人不守规矩。是，我把他吓坏了。所以说那啥的是，一旦犹豫一下，犹豫一秒，旁边人就开始生气了。我女儿上次，自己开车去学校，开饭给我打电话说，不行，我刚才闯了一个红灯，现在在路边停着，在那哭呢。哦，已经被 pull over 了。没有没有，自己停，吓自己停。我在旁边有警察吗？我没有警察，没警察你哭。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老爸。我第一次自己上路就被 pull over 了，我现在照样开。哎呀，不提了。结果后来我说要来过来接你吗？他说哎，那就来接我，来接我。然后就跑的去了。我说哎，那接你，咱们把车停着呢，还是怎么样？哦，他说现在已经平静下来，我可以自己开回去了。哎、可以。是，我记得我上次还专门问杨师，你那个那个啥被 pull over 怎么办？哎，不是闯红灯怎么办？对，我自己闯过一次，200多块钱。对，只要不扣分就行，罚钱是我无所谓。哎，不，这可以去讨，去跟那个商量的。哦，可以讨价还价的。然后他给你发张罚单，对不对？对。然后你就写一个，对，你写一个这个，写一个写封信过去，跟他们说，我准备付钱，但是你不要给我这个罚，给我 points。嗯。上次就是我在那个地方，他把我爸弄下来，说我超速，这种超速最气人了。
一个小烫里边，25迈的，你不当心踩了个油门，开到41迈，你那刷业绩呢？对，别人给你弄下来，然后就问你说，哎，你给我付这个，然后我就要写封信过去，我说，哎，可不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然后他说可以，给你们改成 parking ticket， 可以付钱就行了。真的，我觉得这帮人就是在刷业绩，是吧？他那个警察呢，他一定要开这个 ticket， 他改呢是那个法官的那改，所以呢互相不影响，两边都有业绩。法官是关心那个 revenue， 这个警察呢他是开了这个 speeding ticket， 对吧？他是好吧，这个中间哇，还有过水，哎呦水草啊，哦，还没根杆儿，这可如何是好？Well, we just need to get wet. Let's go. 哎呦天，这怎么办？当中有几个小石头都可以踩的，都可以踩的。不，你这个，那这点有小石头。这个，小心，因为你站回去了。来，可以。我等一下，这个是个滑石，可以。好，谢谢。哎呀。哎，哦，这高度可以啊！早就过去了，一马当先，人家已经到山顶了。哎呦呦呦呦，游刃有余！哎，这进沙子了吗？还是你的鞋湿了？没有。哎呦，我就开玩笑。就等着你试，先试个鞋。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你看这多漂亮，你们俩跑上去我可以给你们照个特写，好，这背影光线好，多好看。在哪里？向前跑到山顶等我啊。Hello. I work on any man.三个麦，我想回家了。啊！这东西不好吃，主要是披萨也没看见。对。哎，它可能每个站不一样吧。是的。抱有一点希望。哎呀！最后那个汤好吃。哦。我等的。真有汤啊！没肯定。这个汤。没肯定。哎，那是油汤。吃到过的最好的汤。啥也没有。喝一肚子的猪油。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我今天下午还有跟我朋友偷渡蹭个饭呢，我得省着点。你还有什么？我们今天那个房东带我们所有那个室友吃个饭，然后要去个 German 酒馆，那就是全是猪了。全是猪。五个麦，啊，3.5个麦。待会儿人家后面跑全马都追上来了，对呀。那肯定会有，那这个。我还以为是8:30开始的，八点，我开到那儿的时候还剩5分钟，我他妈急死了，旁边没停车的地方。那你停还蛮远的。是啊，我停的还好，我停近。我回去的话能找到我的车不错了。啊，我这个风是自动有个 parking， 是吧？对。哎，准备休息一下，把这个杆儿给收起来。现在咱们到终点的时候冲线。哎，拉出来。我天，我让你走的。哎呦 ，Thank you。没有，哎，no problem， 你认真招待。我要把我能看得见的全都照亮。我电池没了。这个狗可能蛮多的，五六个。
腿不能不能再走。We got to the one stop, and there was like I got to one when I old melted ice with dirt in it. Yes, that's what I got. That was a perfect way to run. Yeah, no matter.还有两个麦了啊，十一吧，还有三个麦吧，怎么会，我这是十一多了，哦，只有两个麦了，对啊，哇，那我要冲刺了，你冲你冲吧，百米冲刺啊，你冲啊，哦，你再不冲就不行了，还有两个麦了，那我十一点半就结束了，对啊，